爷爷说你的灯泡已经出现了，哪是灯泡？我怎么没看到灯泡？这里看。豆豆，爷爷说你以后很凶嘞，你不要咬我好不好？如果你认他做主人了，你不要咬我好不好？我可爱你了呢，奶奶是最爱你的呢，你不要老看他，看我，看奶奶，看奶奶。